喂，跑那么快干什么？我每次走这条小路我都很害怕。哦，那你没有男朋友送你出来吗？我没有男朋友啊。哟，那么漂亮都没有男朋友是有什么问题吧？Dan，说这种，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啊。哦，那你这种这么丑朋友也是很正常的。哦，你说这种话伤我的心啦。你这么对我，也不用你说对不起。你这么对我，给你个机会，就说我也没有，你也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试一下交往一下各方面。有人试不了哦。试一下嘛，万一行呢？不行哦。怎么又不行了？都还没有试。不用试，你这种款式一看就不行。怎么不行啦？我很好试的，一试就上手啦。哎，主要是你这种款式太老了，你是老款的吧？现在市面上都没有你这种款式的呢。老款一点怎么啦？老款，现在不都是流行玩点老款的东西吗？情怀各方面。我欣赏不了这种情怀的东西的，你这种老物件，还是留给有缘人吧。什么意思嘛？